家晚安呢。是伯承 ，Hello， 伯承，是有上台表演的伯承。上课偷看，那没关系，你可以认真上课。Hello， 夜空 sky。Hello。等我一下哦。我不要那个礼物。不要那个，这是啥？什么？这是啥？那个礼物，就是那个啊，我不喜欢，就是最近很红的那个。早安，很早吗？现在我都要睡着了。不知道拍谁，你竟然没有看到过。哦，谢孝贤的星球大探索，这个可以，这个可以，这个喜欢。
放在礼物盒的？什么放在礼物盒的？谢谢孝贤。嗨草莓。192038401。不是能买的。597。1305+1006。2331。本来晚上吃印度料理。印度料理是怎么样？甩饼那种。哦，你人真好。给你们看我现在收集到的毛，收集到的毛，收集到的泡沫的毛，是不是很可爱？都小小的。最后要把它弄成一个什么呢？吊饰之类的。饭局很开心，很开心。哇！谢谢孝贤的粉色极速浪漫旅，嗯，好看哎。所以那个是用抽的，有机会中大奖，嗯，好像很厉害。
个礼拜都没有漂亮的天空可以看，因为都雾蒙蒙。有鸟敲门，他们一直在敲，一直在敲，很吵。你很吵，要不要出来？要出来吗？就是这样，一出来就在捣乱。好了，我也放你出来了。我们今天录，我今天录了一个影片给我的母校，给我的国中，对，因为我们的舞蹈班成立10周年了，我是第二届，对，现在已经第10届了 ，Oh my god， 对，所以就录了一个，他们好像会在什么。舞展吧，10周年舞展上面播，很尴尬，但是老师说录一下就录一下。泡泡呀，泡泡呀，泡泡呀。都快忘了怎样恋一个孩子，被失去我的青春也是还能活过来。不会公开啊，没有要公开给你们看，我只是单纯分享我的舞蹈班已经10周年了。期待的梦幻醒来，在去上时残骸。张泡泡，不会公开吗？不会，就一个6秒的影片戏，有什么好看的？应该不会吧？有娃娃兵表演吗？没有。伯承是娃娃兵吗？伯承跟踪影算是娃娃兵吗？如果算的话，这样就是有。哎，真的很扯哎！你们的表演超厉害的，真的很厉害，是吓到的那种。我们都把它当尾牙来玩，结果你们的表演这么厉害，真的是。不然又一组，为什么没上？真的？哦，你是说没有？没有选到吗？真假的？
还能省一笔。嗯，阿泡泡，你不要一直咬我的指甲，你现在都不让我抱抱我。啊，原来如此，没关系，我相信一定还会有第二次参会的。我刚刚是走音吗？一定还会有第二次参会，因为我觉得这个活动真的很好玩。绝对不是单纯因为有规矩的卷，太开心了吧！我感觉参会这个活动真的很好玩。书法礼盒昨天才收到，都五月了哎，恭喜你收到了，人人有奖，对呀，是真的人人有奖，我抽到那个家乐福礼券，笑死了。不要一直咬嘛。你之前都可以躺手手逛街的，为什么现在不行躺手手了？不要一直砍我的指甲。签名存钱筒是什么？真的？哎，对不起。哎，是哦，你们的加码礼物吗？不够软嫩，才不是嘞！张泡泡，为什么你要一直咬我的手指头？哦，我还没签吗？签名存钱筒，不回答，选择不回答。哦。大件，说好的机车行制服嘞，为什么没有？我还真的健忘，我真的觉得我需要换一颗脑子，真的很可怕。那有什么好看的？笑死！什么水手服？总行了吧？也没关系啦，其实，也没关系啦。我期待你哪一天像小明一样带一个超级正式的西装。小明那天太厉害了。太正式了吧，而且还是提着那个他的西装的那个套走的。那你一定的，原来你喜欢这种。你没有西装外套，跟小明借下来，笑死。很不错啊。面试工作在隔壁哦。是结婚在隔壁哦。
超珍惜他那套的感觉是齁。小明每次的那个制装费应该都蛮高的。好好笑，他的背后的毛都乱掉了。啊，你的毛都乱掉了，宝贝。被我玩到乱掉了。太久没穿，不用穿到西装啦。要合身定制的话很不便宜，嗯，真的。扣子超帅，真的假的？我没有看到细节，真的只吃一点吗？你有看到我吃很多吗？你不是一直盯着我看吗？还是你是在看果心？我真的只吃一点，我很后悔我没有吃那个猪肋排，因为那个猪肋排好难啃。然后最后，而且猪肋排来的时候都已经吃饱了，没有吃到猪肋排，现在想吃了，现在想吃猪肋排。它是好吃的吗？我觉得其实那天还蛮好吃的耶，那天的餐都还蛮好吃的。这很烫很烫，对啊，我第一口就被烫到了，然后我就跟我同桌的大喊，这个汤很烫，笑死，真的很烫。默默，默默呀，默默呀，泡泡呀，泡泡呀，小泡泡呀，嗯，不要咬我的刘海。外带食物没有，我没有把自己打包。怎么没带去？因为我觉得他在的话，根本就没办法好好吃饭。而且我那天要去抓他们出来，他们根本就没有想要出来的意思。结果你也没有好好吃，我有好好吃啊。我什么都吃了一口，我觉得前面的肉很好吃，那个鸡肉很好吃。然后呢，蟹肉棒也好吃，鲍鱼也好吃，然后哈密瓜没有甜，西瓜最好吃。嗯，我还吃了什么？我就吃饱了，我就吃饱了哇！我还吃了什么？喝了那碗汤，那碗汤是什么？里面有木耳的样子，木耳吗？吃不够你才吃一口。对啊，什么酥的？真的，我没有吃那个。然后呢？但我吃了三片西瓜，而且它的西瓜切超级厚，哦，那是叉烧酥哦。我现在想吃那个猪肋排，就是想吃那个猪肋排，我很期待那个猪肋排，结果我竟然没有吃到，不是，我竟然没有吃它，为什么呢？我那个时候在想什么？好像就是真的吃饱了。然后我就放弃了，我怎么会放弃猪肋排呢？味道很赞，
给说了，我就是因为看它看起来很难咬，所以我就没有吃，应该是这样吧。还有什么？是不是有？我觉得它的小菜都很好吃，小菜吗？那个糖醋白叶豆腐吗？还有一个豆豆香肠，豆豆香肠。好像是，我就吃这两个小菜，很好吃。啊，那个虾子也很好吃。那个虾子，我吃了两只吧，因为我们那一桌，不知道到最后还躺了一只在那边。怎么那么可爱呀、啊？不要咬我的手！自娱自乐，开始怀疑了。什么？他不是因为这样子。乐牌吃的很麻烦。还有什么好吃的哇、啊？我记得还有一个好吃的。那个鱼也不错，都还不错。谢谢框吗？那念框吗？框一光，嗯，谢谢你。鸡汤。哦，我没喝鸡汤哎，我没有喝鸡汤，怎么好像我很多东西没吃到啊？没关系，我那天就不是去吃东西的。谢谢孝贤的金色香槟，哇！你竟然吃了鸡腿？竟然还要挑，是先吃零，谁要吃饭前先吃零食啊？请不要怀疑我的食量很小这件事好吗？我就吃我婆婆做的红烧肉的时候食量超大。我比较属于那种事后才会补齐的那种，如果说餐点不好吃的话。这桌的腿被大剑吃走了。哦，吃婆婆的红烧肉，谁要给你吃啊？不准给你，那个是我的，我们有两大盒都是我的，超好吃。那样很大一碗，你没有看到它的厚度。哎 ，Hello， 我在直播嘞。小鸟，你怎么那么好笑？你不要这样子嘛！雷猴，你的脚趾头不要挡到我的镜头哦！他在吃，没有，因为我是用 iPad 直播，所以他站在上面还蛮刚好的。
你也上去，你不要再咬我的手指头了。就真的都在吃，很好笑。我们两个的那个表演真的是不知道在干嘛，因为我根本就听不到我自己的声音。Hello， 请问一下，这两位，我现在是在丛林吗？请问一下，我们两个真的不能对看，怎么会不小心就对看了呢？对看就笑 ，Hello， 你不要在这里。原来是因为听不到，我真的听不到我自己的声音。你们听得到我的声音吗？这是什么风格？没有什么风格啊，是尾牙舒服的风格。落下的陷阱，不知岁月的更替。太可爱！张默默小姐，张默默小姐。原来没声音，你们听得到我的声音吗？反正我自己是听不到，然后就唱得超级没有安全感，然后还不小心跟国勋对看，然后就笑场，真的是，都是歌的声音，哪有歌的声音？我们放伴奏哎，哦，你是说只听到伴奏的声音是吗？那就没辙了。因为我们没有那个，我们没有彩排，是因为没有彩排吗？好像也不是这么一回事。你就不要挡我的镜头，我就不会用你了。轻松的表演，真的是很轻松的表演了。现在唱一次，没有，我不会破坏我的歌单顺序。他如果有播到的话，就会唱。我们今天就播到10点哦。OK。乱丢。哼，好可爱哟！小鸟们，你们在做什么呀？我想卸妆了，我可以卸妆吗？你们不要吓到，我的睫毛是那个磁吸假睫毛，所以不用担心。哎，没有睫毛了，卸好妆了，没有了，还有那个底妆还没卸。Oh my god！ 但是我这样拿掉之后，我就会找不到它。
像这样子比较好。慈禧有戴假睫毛？有啊，古代的假睫毛也是不错用的。卸妆，哦，好了，我卸好了，这就是我的卸妆。打滚！什么被撞到了？下课。也是很快呢，这个时间为什么在上课啊？恭喜钟颖成为家族成员，谢谢钟颖的捕梦网。博成去补习班哦，这么可爱。你有没有要好好跟我玩？不然我要把你放回笼子哦。花了多久呢？两个小时，有到两个小时吗？好像也没有，我们就只是一起唱练了个几次而已，就这样。没有练习可言，老师都上很晚，现在才要去吃晚餐，怎么这样子？学这么快，什么意思？这首歌不是大家都会唱的歌吗？只是没有特别背歌词吗？没关系啦，大家，我们真的是觉得这是一个尾牙的感觉，开心的感觉，所以才选了这首歌。你为什么要咬我的脚毛啊？你不要咬我的脚啦！好可爱哦！该吃脚毛，他就一直在玩啊，我不知道他在干嘛。哪个成员在？啊？还好。我最喜欢那个我们在表演发疯的时候，穿梭在人群中的上菜阿姨。他们还要，他们很淡定。我们都在那边发疯的时候，上菜阿姨还会突然问我说：“这个要收走吗？”很好笑哎！又没有在问你。那首歌的时候，我跟刘晓晴在座位上跳舞。
见怪不怪了。没有说不能看啊，有说不能看吗？没有吗？两个人一直在偷瞄，哪有？谁？什么东西？小鸡，摸摸呀，摸摸为什么不找朋友了？嗯，你愿意跟我玩了吗？好，不愿意。干嘛相爱相杀？追踪他了，还有，还有，但我刚找你还没有很熟，就是刚好突然想到，嗯，好像还没有很熟，比较不常碰到。怎么像炙热的琴弦变冷了？温热的却停不了，在沸腾着。看时光任性开跑，随意的转折。你在摇什么？跟四琪谁最熟？都不熟。这世界大得让你慢慢为。我的嘴唇呢？张泡泡，你好可爱哦！公演坐哪？大家两天都会来吗？先炙热的琴弦变冷了，温热的却停不了，在沸腾着。看时光任性快跑，随意就转折。温热的泪会自我折磨。
想当代人想来听不见的歌。在山顶你可能会你是说公演吗？看两场吗？是可能吗？啊？ N 牌 OK， 你该去洗澡了。你喜欢我，他刚刚讲的，可以离我很近，你知道我在哪？这次礼拜六会有一点点不一样，一点点。都可以很近，是吗？是这样吗？屁股席是什么？屁股席是什么地方？你坐在灯上哦。重大发不是，我是说位置。侧洗能闻到发香，可能会被汗滴到吧。开玩笑的，数字大的就是屁股洗。都没被害怕的，什么东西呀、啊？什么东西这样也可以退钱？你是 OK 哦？不要惊吓，去年就被吓到了，什么意思？去年是这个时候吗？不会啦，奖励吗？你要做什么？你只猪猪。你们很会脑补哎。我只是说位置而已，也要明年？为什么要明年？讲什么？
不就幻影战士吗？不然你又是谁了？只好乱猜，看看反应。我不是口风紧，我是消息不灵通，好不好？有理解吗？我是消息不灵通主。OK。你就一直咬，一直咬，一直咬，一直咬。改名叫等一下，我说没事。嘟嘟嘟嘟，嘟嘟嘟嘟，一个咬脚趾，不可能嘞！这什么组合搭配啦？我们要念榜了，各位 ，CP 小鸟，CP 小鸟，不要去咬我的手指甲。你有没有听到 CP 小鸡？谢谢谢谢小明。不如不如不如！哎呀，不要咬我的手指甲，是听不懂是的。Hello， 念要念榜喽！谢谢大家的礼物，谢谢夜空 sky， 谢谢博成，我要念榜了啦！三、二、一，好，念榜，嘟嘟嘟嘟嘟嘟嘟。第十名是天佑，谢天佑，你在这里为什么拍手？第九名是大剑，谢大剑。第八名是博成，谢博成。你干嘛？我不能拍手。第七名是，谢谢。第六名是樱桃猫，谢樱桃猫。第五名是中影，谢中影。第四名是夜空 sky， 谢谢夜空 sky。第三名是伊迪，谢伊迪。第二名是小明，谢小明。第一名是孝贤，谢谢孝贤。哈嘿，哈哈，找到了。你干嘛生气人家？是我抓他的呢。最美的风景，在这摩天轮里，还有你送我的吻。
看他们两个到底在干嘛？啊！你又把我的钻弄掉了，白醋！你不要咬人家啦！把我的钻还来啦！白痴我！不是我的指甲上面的钻，你看这边也掉，这边只剩一颗，哎，这边有两颗，这边只剩一颗，这边也没了，真的是栓 Q 了，各位，你们两个可以进去了。他不会吞下毒，他吐出来了。好了，跟大家说拜拜了，说拜拜，拜拜。我的爱情，你的爱情，你带我去看最美的风景，却到了这个摩天轮里，黑夜里送我的吻句号。不要吵架，拜拜，公演见，拜拜，拜拜喽，拜拜喽。